该问什么问题？哎，不是你要问我吗？你先问，女士有什么？就是为什么公主跟王子结婚以后就再也不需要？再也怎么样？再也不需要蚊帐了。蚊帐？对。蚊帐。对。公主跟王子结婚了以后，他就不用蚊帐睡觉哦。为什么？睡美人。在史瑞克里面出现的。你在史瑞克里面出现。跟国王有什么？驴子。什么王？国王是谁？法克大人。他妈妈跟他爸爸结婚，他妈妈就是那个国王，就是结了婚以后不用再。白雪公主。睡美人、长发公主，还有什么？虞美人，不是美人鱼。啊，跟池塘有关。你讲完就不知道。池塘哦，青蛙王。哦，因为她老公是青蛙王子，所以她会吃蚊子。啊，对。谢谢你的猜测，真是感谢你。好，那换我问题了。好，为什么哆啦 A 梦一生都活在黑暗之中？他不是应该活在红色之中，不是。那是他的主题曲，但是不是不关他的。一生都活在黑暗之中。猜不出来。怎么比青蛙王？青蛙王子好多了。分手兼无耻。对。快开吧！谢谢。哦，不要死，小心。好，你们先进去，再进去叫，可以。谢谢，可以开了。现在呢，就是脑筋急转弯的时间，但是呢，对这个脑筋转不过来的人呢，我要如何让他急转弯？先不用让他急转弯，只要让他能够轻松的转弯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。你要小心一点，答不出来你就糗了。史上最强的高中生。我只知道男生叫 King， 没想到你也叫 King 啊。King。哦，对，他本来就是 King， 我还以为是 Queen。好，言归正传，现在要问喽。什么昆虫最节俭？太简单了吧，答不出来真的是，你就叫 Queen。不会吧，真的答不出来。你别吵我，什么昆虫最节俭？3.5，3.1，2.9，1。提示，可以给提示吗？好，提示就是你有养过的东西。你有养过？对啊。你有养过，不是说身体养过，你有养过这种昆虫，而且是小时候养，小时候的回忆。我刚刚是问什么昆虫最节俭？蚕宝。That's right， 你看到小分子哦，好吧，那你出去了。你叫 Queen， 不然你叫 Princess 公主。蚕宝宝会节俭的。就这样。不然。你好没创意。我没创意，这么没创意都猜不出来，再有创意一点你应该猜得出来吗？不然我再问一题。换我。下次问。请问，要怎么样使麻雀安静下来？真的太简单了。但我让你紧张一下。如果你是麻雀，刚好是麻雀。等一下，不要动，就要那样压下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鸦雀无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，他还是听，好不好？走了，只是不太会答题。GTV 综合台每周五晚间9点，终极一班3。